来，小哥，我们接的，接了，接了，是你们的，是你们的，他们那是都的，我这给你搞这个线，五颜六色的，啊，棉花糖、棉花都有，两个把它挑开，马上到了，到了，马上，好看，这个后面有没有了？他那个外面他都有，看看啊。 棉花糖自己选，看看啊。啊，棉花糖那个棉花糖，自己棉花糖自己选，看看啊，妹妹。你们要什么？什么就什么找钱呢？小花的吗？小花的多少钱？花的十块。你们那你们五块钱什么颜色？小兔子的。什么颜色？黑胶。小兔子是我。贵点。妈，你们看过顾着讲，他这是五块的，你看就知道，他不一样了。 妈，就你这都不要，不要，这有黄的，什么棉花糖吗？那可以的，没问题。不要五块的，普通的就五块。姐姐，你过来给我拿来。这花式的是做什么？花式的吧。那边不要挡着别人。搞花式的是吧？嗯。豆娘，它有两个花嘛。对。等一下。 等下阿姨做好了，这个都是花妈嘛，现在价格都肯定拿一张图给你画超市，那边就搞定了。跟两个花式的是吧？对。走了走了，我们来顶楼来看嘛，走了来看嘛。啊，棉花糖、糖花糖的都可以讲，看看。 你要搞什么？讲你要写什么，写没写讲？快点。啊，等我讲啊，等我讲道理了。他跟他讲，来来来，宝宝，里面什么颜色？里面是黄色的。黄色，黄色的那个就阳的那个的。外面有粉色。外面粉色，可是。这个吗？这个是蓝色，外面是粉色。好了，知道了，知道，能讲我写的。来，来个棉花糖。就红是吗？来个棉花糖。好，好的，这个就简单的是怎么搞的？ 来个棉花糖。好，好的，这个就简单的是怎么搞的？来个五块钱，五块钱，我算了。我算你砍一下。三来一张都可以。什么颜色奖？美女。 找我就给你做个简单的嘛，我看是吧，帅哥，好，帅哥哥的，好。来来。谢谢。我要个白色的。啊，稍等一下，我把它这个搞定。这个这个这是这个你好。你那个说的对不对？
各位，那个说的马的个的，要做什么？叫。哎，白色的，快的。好，知道了。我送你开车。想要什么就是给你做，我们都正好，花式的烤的都可以啊，小兔子、鸭子、德国。啊，棉花糖、糖花糖的都有，看看啊。 这边面面是吧？这以前是喝酒的，现在用机器了。把棉花糖都给先做，我看一看啊。 牛，这是牛吗？这是牛，看一下。这边是牛吗？这是牛，它这是古语的，猪字，叫“牛”。牛，牛都有啊，给你们，颜色都可以的，看一看啊，讲一讲。选哪个小朋友啊？这边配齐都有啊。 你还是我的爸爸，不是白呀？好人他妈面他都有什么呀？这是。走，这边蝴蝶、兔子、飞机都可以讲。来走。我过来看看啊。先坐看看啊。啊，吹灯人嘛。特别想吃的，咱们可以买袋。